在2000多年前的耶路撒冷的东方，有这样一群博士。我们是博士，我们喜欢看星星。对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看，有个大星星，快准备礼物！准备礼物干嘛？追星星。对，追星星。在犹大地。有希律作王，我是希律，我很厉害，哈哈哈哈，盖大房子，我很厉害，哈哈。我是王，我可厉害！今天主持什么？你们吗？谁呀？你们干啥的？我们追星星到这里。追星星？有个新王要降生。新王？新王降生，我老王。我派去，去找到他，告诉我，我好杀了他。啊？杀了？我要拜他。快去，快去！遵命。我是基地，我很厉害。在伯利恒的一间屋子里，医生，过来过来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来了，我看看怎么了。就在这。你们商量什么？你们是谁？我们来自东方，我们是博士，我们追的那颗星停在了这里，有个星王降生在这里。对，这就是星王，我就是来给你们报个好消息的。今天在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，他就是主基督。对，主基督，让我们献上黄金、乳香、墨药。感谢主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一起来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一起歌唱我们的主新生王歌。因那天使高声唱，扮演的这个希律王，很有深度，很有深度。我现在已经期盼他明年再塑造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了，大家掌声鼓励他们。